感謝主席，本席在這裡，特別拜託館長，我們南投縣都山區，我也很了解拼裝車這個東西，你要做路，相當也一樣，中寮也一樣，那南投空車都沒有路到位，連帶十年了，那個正規的車輛，那真的沒有路，它沒有前後送的東西，因為拼裝車這個東西就有前後送，要去帶動，那都土路嘛。那爬不起的時候，我們的建設要怎麼做？對吧？啊，現在這些六起這些東西，因這些，因會去塞六起的人，都是住在山頂這些人，有的是住相當住中寮的人，因了解山路怎麼開，怎麼走。所以說，拼裝車，我們不要把它當作土匪，雖然說因是沒有車牌的東西，不過呢，他本身對因很了解，因的東西是用搬錢或用車土。吼、哦，伊无前后送个物件，伊就爬袂起哩。所以讲，真侪包厢嘛同款，看到山路无人敢标。你若讲你若要人掠，去遐山路，啥人敢？啥人标标？啥人有法度来车来车遐土来搬遐张？这是上大个问题。我只要拜托警察局长吼、哦，是毋是讲吼、哦，甲咱同仁讲，尽量莫人为难，人拢趁食人。这合法哩，我讲这是无合法哩。伊物件对你来讲是无合法，迄是无毋对。啊，不过咧，上届无，伊对咱社会有贡有贡献。咱真侪山路无路做，拢靠因来甲咱完成诶。所以讲，是毋是讲我拜托局长吼，叫你我请叫你答复一下吼，是毋是讲甲咱同仁讲，咱卖共为难，只要讲吼卖出事故，吼嘛拄着先甲查落，你开啊慢诶，你慢慢开，你较早出门诶，你慢慢开，吼卖讲着了要人掠着是要人二掉诶，吼要人拆掉诶。迄嘛通辛辛苦苦所赚，迄一台车上爱无买咧，嘛爱七八十万，较好个用换啊几百万呢。对啊，因个辛辛苦苦迄个趁钱个人吼，所以讲，我嘛本身也要求讲吼，咱县长嘛同款吼，是毋是讲，会用个尽量互因较方便个。咱个山区太济啦，无落去遐咧搬遮个砖、搬遮个土吼，确实是伊是默默耕耘个人啊。因为我嘛，以我上好来开台十年啊，有牌照个，上放心啦。无人要像贼仔安尼啦，好吧吼，局长。